八分钟两道菜，程程担心猪肝煮太硬，郭主义却是越煮越调皮，跳水鲤鱼，另外一道银牙炒猪肝，这样不会太老吗？不会不会不会，为什么我切那么厚呢？因为鲤王它太老哈，这猪肝可以在油里热油里面泡这么久。对，没有错。等一下你要吃到你会很讶异，很讶异，你的眼睛一定会因为五星级料理秀，长青猜拳一直赢，让林美照又生气又开心。今天纯粹就是用新鲜的鸡腿肉跟翅膀，它的胶质、金华火腿的味道带进来。哇，好浓哦！哇，这就吃胖了。鲍鱼养殖场，它会定时将水温作为升温和降温的变化，这个是为了要刺激鲍鱼。剪刀石头布。全王，他刚才吃一半了，你不愿意心态，要自制。好好吃啊！他们能不能不要猜拳？一定要猜，不猜拳，剪刀石头布。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看谁最幸福啊！网友，今天我们这样特别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值得一起来享受美食的两位，对我们最对台湾演艺圈最有贡献的两位。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非常好的食材来招待两位。欢迎长青林美照，欢迎两位。哎呀！我买面膜。你那个 GK 哦，我妈妈。我那个 GK 这很难听。我妈妈从小就好喜欢，我妈妈从小就好喜欢她。换个位置好了，我跟美照姐一组。好，我跟长青哥一组。那我最喜欢的。待会儿就要找到机会，只要答对了就抱一下。长青哥，我阿公也差不多这个年纪。真的吗？你阿公有这样巧。为了节目精彩，你就牺牲一下，对啊，对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没有，他其实他需要的也是一点点感觉而已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很重要，感觉，感觉，嗯，对对对，他也只剩下感觉了。然后我们八分钟两道菜，欢迎郭主义师傅。郭主义师傅，你好，师傅好。这两道菜分别是跳水鲤鱼，另外一道银牙炒猪肝，也是鱼，猪牙炒猪肝，对，猪肝不好料理耶。准备计时开始，郭总，那鲤鱼呢？我们拿起来的话，我们就从嘴巴这边呢，先把头拿破。啊？这样。我嘴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子八分钟比较快熟啊。OK。不然你连头都煮不熟了。来，那就直接呢，我们把它在里面煮就可以了。水煮不是油哦。哎，水煮水煮，猪肝切厚片。对，猪肝切厚片。大概一公分半左右。来，胡椒粉，七分钟。大概半茶匙的胡椒粉，对，一大汤匙的米酒。再呢，我们葱姜水再一点进来哈。葱姜水，对，再呢，大概有两三汤匙。对，好，抓腌一下，再来，先把它倒一下哈，把它腥味倒出来。这个抓腌是去腥是吧？对对对对，再加一点太白粉。这个时候，再我们再调一点糖进来。你要先做酱汁对不对？对，银牙炒猪肝的酱汁吗？对，还有。酱油，酱油。那跳水鲤鱼，刚才的鲤鱼在水汤水里面要煮多久？要煮到熟。哦，整个熟哦。对。那鱼汤要用吗？太久。香油，鱼汤不用用。六分钟。一点香油、酱油，就这样子。对。再来。还有酒啊，不是吗？还有酒。有。还有。太白水。先把它调好。对，还有胡椒粉。胡椒粉大概一茶匙。对。这边呢，我们先进来。中温油啊，不会不会不会，为什么我切那么厚呢？因为鱼王它太老哈。哦，这边下一点鱼汤进来，让它鲜度更够哈。太厉害！好，那现在好了，来。太熟了吧？不会，因为它切厚片。来，再来呢，我们切。就想把锅子。泡姜片。
还有，葱姜，泡辣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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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好来哦，来炒一下一啊。大家呢，猪肝呢再进来，来再哦。那还要再炒。这猪肝可以在油里热油里面泡这么久。对，没有错。等一下你要吃到，你会很讶异，很对，里面很软，很讶异。你的眼睛一定会哦，因为太因为。来，再来呢，我们整个刚刚调的味道进来，活泼的哦。再加一点白醋，白醋，对，好了，第一道这么快，太好了。然后第二道哦，鱼汤蒲菜，鱼汤蒲菜，蒲菜对，蒲蒲要进，来来给来白虎啊，哎，以前带来蒲诶，鱼太熟，它跳不出来了，完了完了。等一下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好，帮我端一下，谢谢。三分钟，两分钟。来，僵尸，僵尸进来。来，青辣椒，僵尸，再来青辣椒。郭师傅，请问什么？可以放着，可以放着，谢谢。再来呢，辣椒末。为什么要选两种辣椒啊？辣椒，对，把它炒香味的话，颜色也漂亮，颜色漂亮，颜色漂亮。再来呢，葱进来。哇，大量的葱，大量的葱段，对，小葱段，两分钟现场，把它炒香哈。鱼少要煮这么熟哦。好，那现在好了，不要再咸了。好，那现在直接呢，会不会太多？绝对不会，不会。刚刚好，你看，你看看，哦，进来，跳进来，跳过来了啊。为什么不用鱼汤啊？用高汤，高汤，鱼汤太腥了。它是鲤鱼耶，对，它会有腥味。鱼的土腥味很重的。哦，米酒两三大匙进来啊。有味，有土腥味，有没有？有土腥味。还有盐巴，盐巴一大把匙，对，再加一份。有糖吗？没有，就盐巴、盐巴跟米酒。现场。数一分钟，还有胡椒粉，这是个泡芦就好了。啊，这要泡芦，早就煮完了。好了，准备要跳水了。到底是跳水还是跳楼呢？郭师傅要跳水还是要跳楼？马上就要看他表演。驾！报告！盐巴不够，盐巴几乎要两茶匙了。快点，鱼要溺水了，快点！好，一汤匙的米酒起锅，倒数三十秒了。出来的味道是有点偏酸吗？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本味跟它的辣味，还有它咸味，要吃它咸鲜味而已。三十秒不到，三十秒不到。对。好，那现在呢？我们再加点香油好了。你还要干嘛？你还要干嘛？香油，香油。八分钟两道菜，跳水鲤鱼、银牙炒猪肝，时间到。哦，好的，题目是，在福建省一个小村庄有条鲤鱼溪，当地居民不但在溪里放养上千条鲤鱼，甚至 A 鲤鱼死了要埋葬 ，B 鲤鱼出生要半桌。来，两位来宾首先猜拳，赢的人可以决定答案。准备，剪刀石头布。不愧是长颈鹿，立功上面。这个很简单啊，一定是 A 啊。为什么要埋葬？因为鱼。为什么不煮来吃啊？人家就放生来煮来吃。哦，他是放生。对啊，放养了上千条鲤鱼。因为鱼一出生是一群的，而且它很难去。如果它有上千条鲤鱼的话，那要办多少桌啊？而且鱼一出生就是有很多小鱼跟在母鱼旁边，那很难数的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死了埋葬。哦，好了，太厉害，这样比较好。我找人做主的话，是这样。答案是 A。对。在福建桌林县古园村的村民，为了净化水源，
在小溪里放养鲤鱼，并制定禁捕伤害鲤鱼的族规。人们不但不捕捞鲤鱼，鲤鱼死了也不吃掉，而是把它们埋葬起来，成了世界罕见的鲤鱼自然保护区。换个位置，不好意思，让让让让，我们重新让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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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这个是啦，可以哈。哦，这竹竿不老吧？很嫩，你看里面粉红色的。粉红色的，粉红色。你讲来看哈，你竹竿一点都不老。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你慢讲，叫我讲。长青猜拳很犀利，但是吃相的林美照很生气。澳洲有许多体型很大的野生鲍鱼，如果市民想要抓鲍鱼，除了要花1000元。购买许可证，而且竟然，我觉得是六个清晨能抓。正确答案是 B， 只有六个清晨。好恐怖啊！你就偷呀，你就骗吧。他这样打他都帅哎。今天的调味最主要是用鲑鱼卵，但是只是盐味的鲑鱼卵，我觉得它味道层次不够，所以我要改变这个鲑鱼卵它的味道。我会用酱改变鲑鱼卵的味道。到底鲑？调来干嘛？你几罐？一点都不老。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你慢讲，叫我讲。鲑鱼好香啊！这鱼只是这个在这个酱汁淋上去，有入味吗？对。有鱼刺哦，小心小心，因为他有帮他先洗澡。哇，这个还有鱼刺哦，还有鱼刺这么好，因为鲤鱼它哦，你刚帮他煮老了对不对？没老啊，没有老，刚刚好，还真的刚刚好哎，然后有入味哦。其实鱼本身是清爽的，真的要搭着酱汁吃。对啊，这道菜算清爽。那沾一下汤汁吗？啊，不行，沾汤汁照开水哦。是啊，对啊，沾一下。但是人穷志不穷。好，我吃。对不对？你今天做到整集都不要吃。啊！给郭主席师傅鼓励鼓励。谢谢郭主席。今天获奖，今天获奖。今天呢，其实不止更精彩，五星级内容更精彩。我们刚才已经预告过喽，五星级料理的主食材鲍鱼。它在转弯。这个好吃，活生生的。你就不愿意看的。真的栩栩如生。对啊，你看它在动哎。栩栩如生就是活的。它就是活的，活跳跳的。活体最好吃。可是鲍鱼很难的。一般入味不容易。一般餐厅都是要熬什么鲍鱼的汁啊，然后要弄很。巨无霸。哇！巨无霸的。阿基斯，输了。阿基斯输了，他好大，大一个。哦，那个满头包厉害。真的，你这一大包哎。今天就一大包，一大包。把这个交给阿基斯，阿基斯，谢谢。鲍鱼，我们今天做什么？菜名就叫做满头包。是真的吗？真的是满头包。我在这边特别用一个金华火腿，还不能放盐巴哦。你放了盐巴煮的时候，一下子就紧了。紧了。啊，你的猪尾挪。对。哦，你的猪尾挪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完全是用提味的动作。是。今天纯粹就是用，新鲜的鸡腿肉跟翅膀，它的胶质，金华火腿的味道带进来。让我们现在先看一下，我把葱跟姜，把它炸香。取这个油还是要没有没有取它葱跟姜哦。那现在我把它炸金黄炸老了，等一下就放到汤里面去煨的。现在这个地方还看不到重点，来，我这边烧一锅水啊。这个跟我们一般什么放盐啊什么通通都不能碰，清水直接下去啊，直接下进来，那么盖着。那么阿夫，麻烦你心里面帮我数大概50秒钟，50秒，捞起来就好了。现在开始吗？嗯。刚才今年几岁啊？70的吧。现在几秒？70岁，38。哎呦，好厉害的。因为我看你就是38了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我就看你很像38秒。哎，47了，不到了。哎，快要到40了吗？对。我也会半记，到了，会半记，到了。现在45秒，对。好，那么把葱跟姜炸金黄色以后呢，捞起来。50秒到。哦，刚刚好。好准，好厉害。他这样
只是外表熟，它里面其实没熟。没有没有，我现在做的一个动作只是让它脱壳。烫好了50秒以后呢，放冷水当中，你注意看啦，手这么一推，哎呦，掉了，哎呦。它就脱壳。现在旁边这个内脏呢，还想喝加，今天想喝加，对呀，最营养。今天爱捞起来哈，捞起来以后，咱家今天等下水加，爱抗掉，这条这条水哈，很腥了，那么稍微洗干净，对对，它的肠道口。哦，啊，这样子就行了哈，不来就不接了哈。好，那我们要待会再回来。好的，好。你看詹姆斯怎么样处理今天的鲍鱼？好，好，好。詹姆斯先生，哎。来，带来我们的五星级鲍鱼料理，菜名叫做奶油干酱淋鲍鱼。奶油干酱西又做西餐了，对，今天做西式，这样子就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因为我没有要用汤汁去煨它，所以我必须要确保它的腥味要完全拿掉。嗯，那腥味的来源，很多人不会这样处理耶，一定要把它清干净。今天的调味最主要是用鲑鱼卵。但是只是盐味的鲑鱼卵，我觉得它味道层次不够，所以我要改变这个鲑鱼卵它的味道。我们会用酱油改变鲑鱼卵的味道，对，还可以改。用酱油、味淋、清酒把它变成酱腌的。哦，自己腌呢？对对对，厉害。1:1吗？没有，3:2。它本来味道是不行的。它本来味道是就是盐盐味的鲑鱼卵，然后我们把它放在这边，把它放进来泡着，它待会就散掉了。我这鲑鱼卵的量真大，对啊，你需要这么多啊！你看它现在水泡会越来越大，一直往上浮了。对，它会越来越大。这个时候去泡茶是最好的，那当然泡这个鲍鱼也可以，泡茶泡鲍鱼都好，都好都好。那泡澡呢？泡澡泡的应该太熟了吧？会脱泡。我们先把这个大的鲍鱼放进来，因为它必须比较花时间。因为我今天的奶油干酱是用鲍鱼干酱来做，这个很大哎，这个价钱应该也不菲吧？没错，我表现得很好。谢谢。这样子用力有减肥的效果啊！来，我们这边请来。阿姐是。是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做什么？那现在呢，我就准备煨鲍鱼了啊。那我这边有鸡翅膀。老母鸡的话呢，时间上会拉长一点。那么我们用一般的仿鸡的话，时间就很快。啊，那重点只把它烧到位就行了。那这个刚刚炸的这个葱段跟姜呢，先放到水里头去滚。好。刚刚周边挖出来的内脏。内脏。对。哎，嘎嘎一下。哎，嘎嘎。然后来。来，咱坑鱼，那是什么？沙藤西啊，绍兴酒。绍兴酒。对对，绍兴酒。啊，来来，起了，起鸡啊，起鸡了。要不要按的？有找看那个70岁的大哥长辈，能够像你这么保养，这么好。真的耶。过滤一下哈。哇，好浓哦。哇，这整就香了。啊，你用汤匙啊，把它泼掉就好啊。来，那现在这个熬鸡汤。哎，现在就直接就熬鸡汤啊。这边整个都是原味啊，原味都没动的。这个不像也都有的。黑啦，黑啦，哎，我紧。啊，你这个沥出来就好啊。啊，无沥出来，再物件搞，放过来这边吃。哦，安尼哦。嘿。哦 ，OK， 安尼会使。点半两呢。后来，那这个呢，就是刚刚鲍鱼里面掏出来的这些个内脏，内脏本身很鲜的啊。它是不是有会有点 Coco？ 不会，不会 Coco， 不会，不会，一点都不会苦。好香哦。哦，这用干用酒啊，用酒打。对，那现在就不要去理它。那我这边呢，来，这边有金华火腿。我做给你们试吃一下啊！哇，是金华火腿吗？对，是不是很咸吗？啊，这样是不咸了。有把汤提出来了。哦。来咯，阿姑拜托，你牙加多，地头把我煎起来。牙加多，个煎起来。地头怎样都有。地头嘛。你怎样？你哪样呢？火腿炸过了以后，它很香啊。哇，好像培根哦。对对。这个比培根还香了，好了，安利后，好好都香。那接着呢？你过来，来，我也把泡好水的香菇嘞，
这个丢进来跟鸡肉一起熬。好香。嗯。现在鸡斗才太顺了。鲍鱼养殖业者呢，他为了好采收，竟然会在养殖池当中 ，A， 倒入酒精使它麻醉 ，B， 增加食物使它松懈。哎喂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！钱王，钱王，恭喜答对了。好紧张啊！应该是 B 的。七吧。这个。七。这个。确定哦。嗯。抽到的是。哇，多功能。多功能。就那个。它其实多功能开罐器，多功能烤箱。它其实可以也是多功能的。一定要烤箱啦。开罐器也可以啦。多功能，我希望你们抽菜瓜。不要啦。哎呀，到底巧巧队是吃好料拿烤箱，还是吃好？鲍鱼养殖业者呢，他为了好采收。竟然会在养殖池当中 ，A， 倒入酒精使它麻醉 ，B， 增加食物使它松懈。剪刀石头不，有 yes， 好会猜拳了你。我管早你可能赢嘞。姜是老的啦，你要 A 还是 B？ 我是，不可能酒精嘛，整个这那个鱼池这么大，对呀，要倒多少？对啊 ，B。确定哈，恭喜答错了。我的知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，鲍鱼的吸附力很强，在充分吸附的情况之下很难取下，因此有一些养殖业者呢，在大量采收养殖鲍鱼的时候，它会倒入大概3%至4%的酒精来麻醉，麻醉了以后呢，它就会脱落，那么容易采收。正确答案 C。哎。哎，醉了醉了了！不一样，感觉很配饭。培根绝对不能跟它比。嗯，好香啊！这个太好吃了，真的很香。哦，对哦，赢的可以抽奖。第五个，中间的。这个。对。这个。是的。中间。是。一台多功能菜瓜布一个。好。锅子的铲子。锅子的。陈哥超容易抽到彩彩的。我铲子已经抽的够多了，我觉得是，而且已经够惨了。铲子，我要锅盖。一下子没有喝，笑了。你也发现我这个丢过来那我们第一个就抽走两只锅啦。分别是一个小汤锅。这样游戏要怎么玩？放在我们的桌上。好，我们赵姐。你看厉害呀。就搞啊！来，长青哥继续，一路烧到底啊！就这样子烧它哦，就这样直接烧。它耐烧吗？耐烧。好嘞。大家回来走。好的，谢谢。那这个是刚刚我把鲍鱼取下来，肝旁边的唇的部分。好，这是今天的试吃。澳洲有许多体型很大的野生鲍鱼，如果市民想要抓鲍鱼，除了要花1000元购买许可证，而且竟然。A 总共只能抓6只 ，B 只有6个清晨能抓。来呗，剪刀石头布，布。你好会猜拳呐！我很会猜拳，你可是我不会猜那个。我觉得是6个清晨能抓。厉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总共只能抓6只，那如果我今天去抓6只，我明天去抓6只，我后天去抓6只，不就一直在抓6只？那很快就被抓完了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是6个清晨比较能够控制那个数量啊，对，是吗？不要不让，你觉得呢？对，没错啊，你觉得是？对啊对啊，6个清晨啊，只能抓6只，我觉得太少了。B 哈 ，B 了，我现在有确定哦，确定，应该是吧？没有了，不能改喽，不能修正哦。答案是，好，这边答案是 B， 只有6个。Yes， 我可能用早上注意的对吧？可以啦。
下次你来猜，你来猜。来，为什么？说明。好的，澳洲政府每年十一月会开放六个星期天，让市民抓鲍鱼。民众如果想要在开放日抓鲍鱼，必须先去渔业署或是邮局，花费澳币36块，约台币的180元，申请购买许可证。啊，对，1080元哦，申请许可证，而且只有在开放日的早上7点到8点半可以下海捕捉鲍鱼，而且一次只能煮，不是只能抓20颗。它那个唇会不会深深的？哎，咬劲，哎，咬劲，它会是烫熟的，嗯，对，烫熟，烫熟冰镇过的。哇 ，Q Q 的，有鲍鱼的香味，啊，哥哥，还有，哥哥你吃一半了哦，你可以先开，要自制，没有，我现在担心他身体，对，好好吃啊，你就偷呀，你就骗吧，好想打他，对不对？给你抽，做满足来抽个锅铲一下好了。你抽个锅盖来刚好送给我这样子。不可以。鸡吧。这个鸡。对啊。确定哦。嗯。抽到的是，我们是锅两只，你们的就没有那么早。哇，多功能。多功能。就那个。多功能什么？那个。开关器。多功能开关器。多功能烤箱。它其实这也是多功能的，一定要烤箱啦，开关器也可以啦。多功能，我希望你们抽菜瓜。不要了，不要那么坏。太好了，一个人一块啊。唐青哥，我这敬老尊贤了。尊贤啊，这敬老尊贤，尊贤给你，送给你。好不好？什么叫敬老尊贤啊？敬老尊贤，我还要带回台中的太阳。你拿着。大家不要推辞，没有，我留下来。这是我唯一的。因为我们那两个锅子没有东西洗啊。不要 ，OK 啦 ，OK 啦 ，OK。我们再用。请回去忙。白酒跟干，拿去把它打成汁。OK。对。哦，这个是很难的，他会吗？可以啦，可以把黑色拿起来，比较好倒。黑色拿起来。那我们刚刚的这个。鲍鱼的地方是肝脏在这地方，可是你记住一件事情，是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红红的地方，要把它拔掉。嘴巴是不是？对，它的牙齿在里面。它是牙齿。对。硬吗？硬。好，我们这边放一点点橄榄油，煎鲍鱼。煎鲍鱼，对。用煎的。那在煎的过程当中，因为我们有酒蒸，鲍鱼的甜度也会进到这里面来。好，我们再带回来。好。走，阿吉师。我们做鲍鱼肉，做到哪里喽？来来，试吃。来，现在来，来来来，我现在弄个汤给你们试喝一下啊。来，哎呦，好营养啊！哎呦，就喝这个汤哦，精华。哦，好想喝。来，鲍鱼养殖场，它会定时将水温作为升温和降温的变化，这个是为了要刺激鲍鱼 A。热胀冷缩，肉紧实。B， 排放精卵，助催产。预备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！拳王，拳王！小乔队气势旺的冻尾条，可是遇到抽奖都让人心惊胆跳。哇，鲜哦！我刚想等下去。哇！香了，什么香？那就很丰富，我不会讲，因为你没吃到。抽锅子啦，唐青哥来。高级，搞不懂这个叫什么？高级什么？自助餐饭比较好笑。自助，我觉得你们大概就是拿着你们的那个菜瓜布洗自助餐盘。自助，哎呀，真会让沈晨说中用菜瓜布洗餐盘吗？更多爆笑五星级内容，千万。剪刀石头布。我觉得啦，照理说养殖场都是会比较希望他们的产量能够多一点，所以我猜应该是 B， 就这样了 B 答案是，恭喜答对了，好紧张啊，应该是 B 的，来说明，对，有一些鲍鱼养殖场呢，他会把鲍鱼按着2:1
货是3:1的雌雄比。至于曾有过滤海水的虎化箱里头，再用70°C 左右的海水缓缓加入，使水温提高。大约20分钟以后呢，再输入低温的海水，使水温比原来的水温低。在经过变温刺激以后，可以获得比较良好的催产效果。这就答案是 B。啊，鲜哦！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去整。香了，什么香？你那就很丰富，我不会讲，因为你没吃到。抽锅子了，超新哥来，我们抽锅子了。哎呀，抽子，对，那这次让你来好不好？那我抽吗？为难。谁为什么都不选这边的？都选那边的。然后我就选这啊，对角这只，对称的，对称好极了。这个是3375减珠。高级是谁？啊？你说这个叫什么？高级什么？自助餐饭比较好笑。自传书。我觉得你们大概就是拿着你们的那个菜瓜布洗自助餐盘。自传书。自助餐盘。好爽啊！现在。来，今晚回座。好，我们待会再回来。好，待会就看你组装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来，詹姆斯，他这个鲍鱼做到哪里？来，橄榄油放一点进来，我们先放一点点奶油进来，然后我们把蒜末放进来。这个算几盒包？3盒包。二头包。有蒜头吗？有。差不多三头进去，二头。然后我们把趁锅子还没热的时候，把鲍鱼贴进来。还没热，这也要煎它。对，速度要快。它太热会怎样？老。如果一般人在家里面临到鲍鱼这种新鲜鲜鲍鱼，怎么处理它最好？日本的一个烹调最简单，叫做跳舞的鲍鱼。直接把它放在火上面烤。对。你就看到它因为热会动，带壳下去烤。烤好了熟了之后切开吃就最好吃。对。对。我多了娃娃比。沙丁鱼。对对对。跳舞鲍好好吃哦。怀石料理很多。就是怀石料理在用。其实那个算是很简单的处理。对。这是白酒，然后把干酱放进来。哇，干酱，好吃，好想吃哦。好利息，哎呦，盖起来，稍微焖一下。那它呢？这个我现在把它放过来这边，因为我需要干酱在上面的滋润。等一下哦。哇，这块真的好大一颗哦。哦，你是要放那个？对，我也要放这个。准备完成了。差不多，我待会切一片，把它放在盘子上面，然后把酱淋上去就可以。我最主要的味道是这个酱淋在上面，跟我的伊库拉放上去。伊库拉，伊库拉，对。伊库拉ですか？你要切那么薄哦？对。どうして？我把它淋上来。哇！等于是完成了，完成了。阿基斯也要组装了，来，梅道姐来，一起来看看，行不行？哦，老抽，让它颜色了。哇，它颜色也上得太快了。它本身没什么咸味，但是有甜味吗？有。来，那现在已经软了，那我在皮表这个展的部分呢，我简单个切花刀。啊，等一下，整颗吃。好，那这样丢回来，然后做收汁的动作。哦，这就是你的小手段吗？对。哦，这个手段耍得好。整个进来。真的有海味道。漂亮。好。好，那。嗯。我从刚刚除了放一点点老抽的这个颜色以外，因为老抽其实不甜，它是微甜。哦，很够味啊。好，那么加少量的糖，一点点就好啊。你几张麦片都喝完哦。糖哦。对，一点点就好。我太糖迷人啊。迷人啊，对，让它整个味道感受了会更漂亮。收到后来的味道太重了嘛。对对对。
这个是刚刚熬的汤，我挖一点出来，加一点点的太白粉。哦，要勾芡用的。一点点就好。要再把它收汁吗？对，要包在那个菜上。对对对，包在刀里上。来，那么收完汁以后，再把香菇回锅，绍兴酒。好极了哦！来，最尾巴火腿汤一点点，够了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好嘞。奇怪，怎么会它不会缩？没啦，煮那么长时间不会缩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我也以为它会缩，结果没有。刚好一颗啊，又还原了。我你先把它放在边啊，我再来切条鱼摆。你还想摆盘？无，我想要做师傅啊。你还早嘞。哎，你卖看有安尼嘞，较早开餐厅，逐间拢生意翻几啊番。晨晨嘛是开个餐厅，还是剩一间尔。对啊。哎，我都过桥啥面线。过海鲜啦，是啦，过桥面线。日本的鲍鱼特别的稀少，一只甚至要价40000块，主要是因为生长在日本沿岸的鲍鱼 ，A 有暴风雨才会产卵 ，B 一辈子只排一次卵。剪刀石头布，我已经赢在前面了，你输在后面，我就打你。我没有，那一起猜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说答案，好不好？好。一二三 ，B。不一样哦。怎么不一样呢？真相只有一个。对。B， 沐浴净身，好繁殖。答案是。哎呀，终于猜赢的程程，能吃到好料，抽到大奖吗？还是跟巧巧一样？晨晨嘛是开个餐厅，但是剩一间尔。对啊，哎，我都过桥啥面线，过海鲜啦，是啦，过桥面线。过桥啥物面线？所有的原汁原味都在这里了啊，就全上了。现场倒数10秒。五星级鲍鱼料理，难得一见的食材，大概一年介绍一次。今天就被我们给碰上了，这个食材真的太，好不好？大家准备来好好来感受它的魅力。时间到，出现。那能不能不要猜拳？一定要猜，不猜不行。而且我来，乖乖乖。阿基斯，请助理。如果看到鲍鱼养殖场的业者在替鲍鱼洗澡、清洗外壳，这个是为了要 A 采收卖得好价钱。B， 沐浴净身好繁殖。我来，得罪了。拳王加油！全了。发功。剪刀石头布。哎，乔金哥让你们没有，因为这个太好吃了，让他吃一下。接下来看我们怎么样答错。答错就行了，逼就拿点智慧出来，想吃要付出代价。我已经赢在前面了，你输在后面，我就打你。我没有，那一起猜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说答案，好不好？好。一二三 ，B。不一样哦。怎么不一样呢？真相只有一个。对。B， 沐浴净身，好繁殖。答案是，恭喜一。连看都不敢看，就是，养殖池的鲍鱼外壳了，往往它会有许多污泥或者是排泄的沉积物，没错。因此在繁殖鲍鱼的时候，通常都会先帮鲍鱼洗个澡，再把这些污物清洗干净以后，再进行采卵，以避免卵粒呢与污泥混杂，也就影响到了它孵化率。你现在流口水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吃这个红烧是我们台湾很喜欢吃的味道，但是这种海味红红烧，还有金华火腿的这种咸鲜味的红烧，更迷人。詹姆士怎么说？詹姆士，青菜刀，香菇鸡汤金华火腿，然后再跟鲍鱼的肝这几个组装在一起，就知道它的鲜度是多少。那把这个鲍鱼处理的味道跟嚼劲的
几乎它可以说跟香菇非常非常接近。所以这样子的呈现方式，你会很开心的是，你吃，其实你吃了一个鲍鱼，吃了一个香菇，感觉上事实上是两个鲍鱼的感觉。尤其那个香菇也是味的满满的，那个香菇味道都在里面，非常好吃。哇，谢谢阿姐。我们抽奖，抽奖，抽奖，快点。我边吃边抽。哎，你们很好抽，我们都把小奖抽走了，超好抽的你。谢谢你啊。抽一个多彩的吧。给你的，好，对，一，没错，一，就是一，谢谢一哦。要锅盖，哎，真的锅盖，锅吗？我看到了。Oh no！你不想要锅盖吧，陈姐？对啊，要什么来什么，真好。待会儿见。继续。日本的鲍鱼特别的稀少，一只甚至要价40000块，主要是因为生长在日本沿岸的鲍鱼 ，A 有暴风雨才会产卵 ，B 一辈子只排一次卵。一次不要多多。有请全华。噔噔噔噔，不要嚷不要嚷，加油，全华加油。不让了吗？赢。来一杯。赢赢赢赢赢。剑刀石头布。让他们，会让他跪的原因都很难，暴风雨也难，一辈子排一次也难。谁是暴风雨在排卵呢？果然叫台风天生孩子。对啊，中了中了他这句话，那就突然了。哎，对，中了他这句话，不是吧？我们要抵抗问题，让他们也没有关系啊。我们现在只有菜瓜布跟这个什么东西了，那就只有吃菜瓜布了。有暴风雨，对，有暴风雨才会排卵，这个答案我觉得比较比一辈子排一次卵还特别。对，哎，答案是，好，这位答案是 A， 是暴风雨才排卵。吃不到。来说明一下，在生活在日本沿岸的鲍鱼特别珍贵，主要是因为日本的鲍鱼繁殖量少，只有在台风形成前或是暴风雨之后所产生的水温变化，才能诱发它们产卵。刚刚有讲水温，刺激它们。来，走开呀！你干嘛？不要啦，你不要这样。直接拿就走开。对，然后直接给它端走了。来，我们就拿到这边吃，那这边可以。就是一直一直吃一点，没关系，我会告诉你哈。这大跟小的口感有没有一样？稍微不一样一点。快，吓一跳！你干什么？吓一跳！我看他一个人在这很孤单，完全不一样的。哎呦，超级可爱！哎呀，你看，我不知道是这样，长得这样这样，长得多好看啊！哎呀，干酱汁，早知道我赢就好了。阿芝怎么说？阿芝，大包的口感呢？紧实 Q 弹，好，那么小包的话，它就是因为它透过这种鲍鱼酱啊，没有加盐的调味，但是完全来自于那个乌尼那个鱼卵的那个咸度呢，做到最顶的提味效果。嗯，先回来。嗯，好，谢谢三虎，谢谢。再把那个锅子拿回来。哎，你们现在缺的就铲子了，就一组了，刚好。嗯。就是一个把这个，这个，这两个让你选一个。啊，他不是说要那个，他不是说要那个，你为什么让他选这两个？你整个人很奇怪。你好，不重的不重视你的队友哦，确定吗？他选了，他选了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先看见你放弃什么？这个，放弃这个吧。对，梅少姐本来想选那个。还好，你想看一下这个吗？我本来想选那个的，看一下，是资料看吗？看一下，好，选到的是，可惜了，烤箱，啊，还有钻书跟自战书跟烤箱，我要阿基自战书，烤箱也不错，还不错了，反正我还是喜欢哦，你们都抽大奖哎，多功能烤箱。这太可惜了，差点就把它全拿走了，大满贯。这个哎，哎，要不要送你们去烤厚片吐司啊？你们，我们
已经盛盘盛好了，谢谢。我们一个人一个吧。那海苔后面吐司要去吧，去吧。等等等等等等。好，非常好，掌声鼓励，非常好。所有之前的所有的窝囊，这边一笔多销啊！谢谢两位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两位主厨，谢谢。大家记得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祝全国大小天天都幸福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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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楼上楼下都在笑料理大赛，陈柏正、佩小兰带着女儿来 PK 抢锅子，佩小兰儿子看好戏，美眉直呼太过分，而陈柏正时常傻傻分不清，就是点点加沙瓦工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鸡肉。电解油剂哦。小寒而已。听说你今天哥有来，有来给你们来录影。对，他在旁边就直接笑我说：“我真的看你怎么输。”我觉得太过分了。他是来关心你的。他是来笑我的吧？我觉得西哥你会做，还是你是在装不会做？没有，我真的不会啊。可是你切得很好哎，你刚骗那个是很专业的哎。哦，那属于连巧巧都骗不出来。对啊。偏才型啊，偏才型。那待会呢，我们要做的生鲜贩卖机菜色是哪一道？还是海鲜炒面？香菜有没有？香菜，香菜。哎，换错了啊！完了，啊，怎么办？叫了乔乔，怎么办？立刻要求救了。不要啦，是我。陈哥在红红给谁的？